迎接2015云林的主题乐园公布了跨年烟火秀动态的模拟画面。在今年烟火不仅长达610秒，还引进了最新的设备风火轮，要和摩天轮相互回应。七彩灯光秀搭配音乐律动尽情舞动，各种层次的绚烂烟火沿着摩天轮周边绽放，场面震撼壮观。云林的主题乐园已经连续7年举办跨年烟火秀，不像羊年，这回更是盛大，以神采飞扬作为设计主轴，推出了6大亮点。除了长达610秒的释放时间居全台之冠，摩天轮以及风火轮的互相辉映，双环烟火，还有双游戏设施同时释放，都很有看头。双轮的一个释放呢，作为一个璀璨的一个这样子的配合的一个演出呢，达到呢现场的一个最高点。我们呢也今年呢也特别的加码，就是呢以我们的摩天轮再加上我们的擎天飞梭65米高的擎天飞梭呢，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双机性的一个配合演出。直接腌在这个水果醋里面，然后再加一个冰糖，采草莓进行腌制，再贴上自己涂鸦的画纸，一罐专属的草莓醋就完成了。尤其全程 DIY 最有成就感，在入住卡通人物的主题房，从床单、备品、墙壁，让游客仿佛一走进房间就开启了另外一趟旅程。小微主题房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同游之外，那我们有许多其他的一个活动，例如说我们明年第一季主打的就是到草莓园去做采草莓。乐园业者除了耗资千万打造炫目的烟火秀陪大家一起跨年倒数，也推出了适合亲子同游的住宿方案，瞄准的就是跨年4天连假的庞大国内旅游商机。记者云林综合报道。